吃法，你要从中间把它拎起来，让它通知不掉出来，然后你在周围找到一个很皮最薄的地方，然后你咬一口。 Sauce here, sauce. 举报啊！导演组直接把sauce。太好了，真的好吃。哎呀，尴尬。昨天呀，就是头一次吃鸡肉，就感觉怪怪，但是。 我觉得它的味道跟上海小笼包还挺像，口感的话可能上海就这里做的。感觉这个它的皮有一点点粘牙，就你咬了之后感觉你不要花很多时间。而且感觉这好像不是手工的小笼包吧，可能是不是人做的，就是自己做的。我好像买了。3块一盒。 下一个，韩国拌饭，应该是南瓜，我觉得。不是，感觉我们稀饭，不好意思。 感觉口感有点辣，不是特别能接受辣的味道。对我来说也是挺辣的，就是后觉的时候，就是吃到后面就会觉得嘴里有辣辣的感觉。那个韩国辣酱，嗯，它辣酱有点甜，但是慢慢吃就真的辣，有点辣。动漫里面就是那种吸辣椒就喷火的感觉，我现在就喷点火。 摄像机远远的话碰到你，不好意思。是吗？我还是觉得没有辣味，我也好辣呀。你好辣呀！你们是魔鬼吧？天啊，简直！你们是魔鬼吧？我就一点咸又咸味。对，我也觉得有咸味，没有辣味。这个感觉就是辣到头皮发麻，你们没有？嗯，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那你说出来差异就是哪里？就是我觉得它那个酱跟外面那个韩国餐那种酱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我第一口吃，因为它很奇怪，但是我咬到那个肉的时候，那个肉还蛮好吃的，因为看这个肉质感觉它没有非常好，就感觉人家那种速食产品，但是当你咬进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肉有一股就真的是那种餐厅里面吃的那种牛肉的味道，然后腌的也很入味。如果这个要我评分的话，如果代表好吃，对，代表难吃，我给他一个。<笑> 可以用嘴吗？我先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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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
要不用哑巴。我喜欢吃这个。很好吃，这个还不错，就核桃味。我觉得真香。我玩游戏的时候吃这个可以吃一包，有一点微甜，太甜了吧？我觉得。对，我也觉得有一点甜。这是属于，但是控制一下你自己。糖浆裹的不是很厚，然后有脆脆的感觉，是吧？所以还挺好吃。不太喜欢吃核桃，因为我不太需要。你没救了是吗？所以就不吃了。没用了，没用，不用那个东西就不吃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挺好吃。我觉得不是很甜。嗯。挺上瘾的。然后。就多就甜了。对。对，感觉配黄酒。这么说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你就把你喝酒的话，你就把你的生活那个油炸花生米。哎，对，你就把你的半斤的，你就把你的日常生活五鬼花生去拉去拉，对。高兴来吧。辣的芒果蛋，太像黑暗料理了。撒满了辣椒，那导演组就是故意整我们的，是不是？我也不太能接受这款，我干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泰，你一股泰味，你选泰国的那个泰味。我以为是桃子干呢。Spicy， 这是谁？这是肉出的，豆出的肉。为什么要浪费食物呢？我觉得芒果和辣椒三种鸡都挺好吃的。会不会是那些那个质量不太好的芒果加上辣椒？但我觉得味道就盖过去了。但你想想，如果酸的东西和辣的东西放到一起，说不定就像这个像那种就是，知道在马路上会有那种狗狗随地大小便，然后被车碾过的那种，有一点，确实有一点点辣，但是芒果，我觉得吧，如果没有这个海椒的话，会很好吃。我们四个碰一下 ，family， 哎。廉价菜市场的那种，好吃这个，完全没有辣味，就是，我觉得这肯定是，我觉得好辣呀，奇奇怪怪，就是，还又辣又甜，但是没啥，我觉得很好吃。就是有的人会喜欢这个味道，有的人就不会。我觉得不辣，它不辣是吗？但它像奇怪的味道。咸甜，就好端端的芒果卷成的这样，就不是跟下雨天没有关系，它就不适合当个食物。对，我觉得一点当食物的，它不加辣椒面会比较好吃。谁吃出芒果味啊？我吃出了水果。如果他不说他是芒果，我觉得他妈妈的不认识。而且我也觉得味道还可以，它有点像红薯，不太像芒果。我觉得有一点味精的味道，我觉得这味精味太重了，这个。奇怪的味道，刚才对，刚才的确芒果味道不是很重。真的是黑暗料理，其实还是有一点辣，对，有一点点舌头，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辣，这辣很甜，是果脯一样。对，我就说不放辣椒面吃挺好。怎么会有人胖到这种程度？反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啊，就是尝了一口，知道好难吃。然后喝一口说，它到底是怎么难吃？然后再尝一口，哎，对，真的是好，就味道很丰富。然后再尝一口，我又忘了怎么难吃。啊，它刚开始滑进去的时候，有一种是那个冰淇淋的感觉，就是它的质地很浓稠，像布丁。然后它里面就是白白的，然后有一点那种 peach 的那种颜色的感觉，然后没有什么果肉在里面，只有在味道。
我的这个上面写的是 mango yogurt， 但是侧面写的是 peach， 所以。那我们是不一样口味的。不知道，但是我上面也是 mango。Okay. 都是 mango， 只不过我那个侧面是 peach。对，而且我觉得它比一般的酸奶甜一些。我吃酸奶的话比较喜欢吃里面有颗粒的，但这个没有，所以一般吧。我觉得很好吃耶，它这个有点很稠。嗯，其实还好，我觉得这个甜度我可以接受，因为美国很多其他的牛奶的我觉得都对我来说比较偏甜，这个属于适中的口感，就是它的质感很好，然后它就是有那种绵很绵绵的那种感觉在这里，就是有点像那种冰淇淋，然后加上了点 whipped cream 那种质感吧。然后我觉得味道的话就跟就是那种沃尔玛买的那种普通的牛奶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太大，对对，这个一般，对，我也觉得一般。有吗？我觉得很好吃。你觉得很好吃吗？为什么？可能它口味比较不挑剔吧。我觉得就比那个西西的好吃。啊，你喜欢吃稍稀一点喝的？这个东西，你说这玩意儿好像都没办法拿吸管喝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像甜品，不像是牛奶。那味道还 OK。然后不是芒果的，是 peach。很好背。我觉得它唯一突出的就是它。就质感，质感非常好，就是很 creamy 的。嗯，有卡。你不喜欢喝的，我也不喜欢吃吧。